哦。喂，我这个住手。哦。嘿、hey, ，今天我脾气还乖，我就不这个。落那么大雨，干猪草，干个屁哟干！这猪吃不成了，我晓得个球哦。阿婆，我回来了。你干你妈弄个仙人掌干啥子哦？这个仙人掌是不是在举手？是。举了手，手是不是在动？是。猪儿吃了，是不是在举猪儿？是。举了猪儿，猪儿是不是会肿？是。肿了过后，猪儿不就变肥了吗？还用干啥子猪草吗？嘿，死了！哎呦！嘿！哎呦我的妈！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，大家快来数一数，二十六七八。咋个办呢？咋个办？那小狗子猪头，那这舞蹈的猪头儿。这你别笑。作业转一下眼睛吧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